男人的制药厂遭查封，反而让他卖出高价，对手以为买下占到大便宜，没想到最后一场空。喂，别抢我手机，你们跟强盗有什么区别？刚才说的很清楚，你被管制了，不可以打电话。另外注意你的言辞，言语侮辱米国军官，我可以送你上军事法庭。嗯，现在跟我讲法律了是吧？你带人强闯制药厂，影响工厂生产，我同样会起诉你。你起诉我好了，封锁制药厂，任何人不得进入，等搜查完再说。多半是冲着基因武器来的，可他们是联邦军，打给罗伯也没用，希望陆总来快点。真够闲的，又跑来搜查我的工厂，要是没有搜查令，看我告不告你就完了。这张是国防部文件，怀疑你们从事危险军事研究，现查封制药厂进行调查，老实待在那别动。文件是真的，可他们这个时间点过来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来得太及时，那边的事刚发生，行动中暴露了药剂，马上有人过来查。是艾克，他想阻止我们，不过手段有够逆天的，能从国防部拿到搜查文件，还让联邦军过来。制药厂研制的军事药物，前段时间米国爆发大规模超级流感，是靠我们制药厂平息的，如今你过来闹事不合适吧？你事情一码归一码，现在你涉嫌危害米国安全，当然要调查。到底发生多大的事，这都惊动联邦军了。州长先生，这家制药厂涉嫌非法研究，我正在进行搜查。对了，我有上级部门的批文，所有手续合规合法。哼，准备还挺充分，带上你的人离开，调查制药厂由德州佛伯勒接手。恐怕不行，我是带着任务来的，不如联合调查。哼，跳过我，在德州进行军事行动，不用我叫国民警卫队吧？帮一个华夏商人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收队。佛伯勒接管制药厂，陆先生，我们换个地方聊聊。海曼被他们抓走了，这是制药厂一大损失，陆总赶紧救人。你听到了，可以先把人捞出来吗？海曼在联邦军手里，我的话不管用，而且他早年间犯过事，抓他属于合情合理。后面我再想办法吧，幸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皮尔诺又得瞎搞，像上次搜我别墅一样。请陆先生放心，有我在德州一天，绝不会让他胡来。多谢州长先生，如今佛伯勒接手制药厂，我们急需制药设备，方便去里面取吗？什么时候去说一声，我给下面的人打招呼，方便你们搬运设备。他逐渐开窍了，看样子已明白一些道理，他当州长需要我的支持。今晚10点吧，龙哥老葛需要什么你们去搬一下。多亏得来之前建有秘密研究室，才没被短时间内搜到，不然今天真的出事。路飞意识到问题严重性，清楚在米国研制强化药剂已经不安全，决定换个地方，便连夜坐飞机返回华夏。强化药剂真的如此神奇，你没有诓我吧？孔老，我们在谈正事，怎么会骗你？我还带了一支强化药剂过来，可以找个人试试。不用试了，你的言辞如此恳切，我自然信你，那你过来找我。我想跟孔老合作，一起研究开发强化药剂，你觉得如何？强化药剂能提高单兵作战能力，还没有副作用，确实很诱人，可这种药剂属于违禁品，国际上不允许研发。哦，那就难怪了，米国军方没有直接研制，而是跟艾克合作，在私底下秘密进行，看来我白跑一趟。不算白跑，我在这个领域认识几位顶尖教授，你可以去找一下，要是他们肯帮忙，后续研究会相对简单些。多谢孔老提醒，可这些人傲得很，只怕不给我面子，有劳你写几封介绍信。研制强化药剂的设备样品已全部运往码头，随时可以离岸。相关数据已拷贝，制药厂电脑上的数据全被删除，而且无法恢复。米国军方注意到这件事，我们的研究所得搬家了。老葛，你去找涛子，在他的地盘上随便搞，我还找了几个教授协助你。我会尽早做出稳定成品，效果还要超过他们，只是还慢。我会想办法把它捞出来，你专心搞研究。老葛漂洋过海去找涛子，我担心路上出意外，要不派队人保护。没用的，派再多人也斗不过米国军舰，老葛和研制设备只能汇入商船，悄悄离开米国，而我们要伪装成他还在德州。重点是联邦军要怎么骗过他们。罗伯是德州一把手，大飞港口是我们的，很容易糊弄过去。倒也是，人多就是好办事。这些都是小事，我要去见皮尔诺，他已经找过我几次麻烦，得跟他聊聊。知道你会来，想让我放掉海曼是吗？是，当年他骂过你两句，多年后你把他抓起来，怕是不合适。海曼辱骂诋毁米国高级将领，涉嫌研究基因武器，抓他符合章程。哼，想借题发挥直说，不就是要发酵此事打压我，却说得冠冕堂皇。这种事可大可小，又没实质性证据，扣押一段时间还得放，可海曼一把年纪了，
我不想看他遭罪，你开个放人的条件吧。我想要什么东西，你很清楚，给还是不给？直接送给你算受贿，你敢要吗？我自然不会要，甚至不会去碰那些东西。你低价出售制药厂，会有人收购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明白了，可低价出售制药厂不可能，我是个商人，不会做赔本买卖。切，那还谈什么？你不答应，别想着捞海曼出去，起码的关他一年半载。关的又不是我，想买制药厂，一口价8亿美金，你们想要什么东西，大家心里清楚。服了，这种时候还能敲竹杠，怪不得能成为万亿企业老总。7亿，我放了海曼。成交，你放人吧，明天叫收购商来制药厂，我们办理相关手续。想办成事还得威逼利诱，他再怎么厉害，也不过是个商人。